现在当中，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呢？哦，印象深刻就是翻车那边，对，因为那个真的情绪不好坐，对，而且他那个车只能翻一次，对对，就是那台车是美玲导演花钱买来的，对，所以就只有一次机会，是，然后那天又在山上下大雨，哦、嗯，哇，这么大手笔啊，真的是下大雨，不是做出来的，对。所以那一场蛮震惊的，而且拍完我自己觉得很可怕，很效果真的很可怕，是啊，真的是很棒，对对啊，真车摔就当然好，是啊，就只跟你一次，你要一条对一条过，就压力很大。但是我记得我有一颗是我跟那个千娜的替身。在里面，但是他那个替身其实是一个男车手，嗯、然后他就戴着长假发，然后穿着千娜的背心，要跟我深情相望这样，然后我还要去保护他，觉得很好笑。对，小白有笑场吗？那一次我真的是有笑出来，因为就是啊，但是之前在偷笑，很难演，因为我觉得你比较难演，跟那个比千娜还美丽这样，没有办法直视啊，对啊。另外一场就是我们爬到树上，然后接吻这样。哦，大费周章的去接吻。对，而且要爬到树上，我觉得那个有点高难度。对。你说平衡的部分吗？对对对， okay、核心。两人有因此亲出感情来吗？我们感情是不错啊，一直都很好。对，但就是我们会融入在那个角色里。我觉得我们第一天拍摄就好像就有拍感情戏。对，第一天其实就是拍吵架的那场戏。对，然后情绪很大。是，对，但其实在这个戏开拍之前，我跟千娜是完全不认识。对，完全不熟。对，然后第一天就要互骂，然后要接吻。哇塞，好刺激！演员真的不好的。对，是。您。你有吗？这部戏啊，很感人，就是说，除了就是讲 AI， 我们算产品，但是其实我们在说爱，嗯、爱这件事情。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单元的主角都有波波哦的演技，只有我们我们没有呢。你们两个没有，有点可惜。我们俩一开始、就是、忙了，太忙了，没有亲吗？没有，忙着赚钱。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有这对夫妻是有点貌合神离。貌合神离，对对 对, 对，然后但是两个人又为了我们的唯一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儿子，然后就是还是要完整的所谓的完整的婚姻，对，然后就是包括他研发出来的产品，然后我们也是有在使用，哎，最好用就卖给你们，永恒之戒，永恒之戒就卖给了你们，对，所以天心姐没有亲不会觉得可惜，你知道我跟。亲爱的，那个爱，这亲过了，亲过，我没亲过，而且每次一喊他哦，他我都会觉得他从眼神都散发出来说，哦，我好舍不得这个太太，我好舍不得，我好爱他。你知道这部戏是每次一喊他，就在后面这样，一副想揍我，每次在后面这样，我怎么了？真的好机车，真的好机车啊！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这更机车的头发、啊。我觉得我拍这部戏，我虽然说我们两个是那个公司的老板跟博士嘛，但我觉得我演久，我就觉得他其实本来就是那个量子 AI 的人。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啊。他私下个性就这样。不是不是，因为他那个戏的角色的形象。我觉得他设计的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人有时候会想太追求科技的时候，把自己陷进去，他就是其中一个。对啊，对，对对。那我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到最后不是你跟儿子要离开了嘛，然后我不是在对湖边喊嘛，啊，明明这湖都可以走过去的、啊，但是我们要演到摸不到，很远很远很远。那个我印象蛮深刻，我觉得挺好玩，对。就是对对对对对，要想象对，与空气对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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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李恩呢？那天请的那个民宿跟两位再次合作默契如何呢？哦，默契好不好？哎，那我也不敢讲，我也哎，对啊，对啊，都没有讲好，鞋子我们是团服，但是鞋子还可以穿到一样团鞋。他是现在是我老板啊。还是我老板，我哪感觉不好啊？我一定要讲好啊！不是讲真的，我觉得那个鞋子有吓到我。跟你，我就他坐在旁边化妆，我就在旁边看，怎么样？为什么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导演其实美玲导演有超能力，他已经帮我们纠缠起来，量子纠缠起来。所以那时候我一听到说导演有邀请他，他还没 yes or no 的时候，就赶快跟他说拜托，你要接，不管怎么样。所以你有传讯息给他？有，我们都有互传。对，我觉得现在不是讲默契的东西，讲
互有自己对彼此的信心吧。安全感。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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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戏，那最后明顺哥接戏决定要接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我刚才已经有讲，我是一个科技白痴，我真的是要来这里学习关于科技的东西。我想到那时候我怎么说服你叫他来接了，我说这是一个很年轻人。重点知道我的歌，我们需要对对不对？对。然后他就说好，就因为这样就被刺到进去，我就来。是，明顺哥真的是因为听到年轻这个关键字。凡是跟年轻有关系，我都想参与一下。不要，另外一点，我觉得美玲导演非常有诚意。就是说他有他的力量跟他的神奇的力量来说服我们说，你一定要接这部戏。我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也直接跟他说我接了。对对对对对。我也希望他来接这样子。那年轻担当乙恩呢？有没有分享一下这次的角色？这次我的角色就是有很多武打动作，刚里面可以看到，我是就是从现实世界连接脑袋的意识进到游戏世界，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武打戏，因为我跟修复就是不太希望用到替身。所以我们都尽量就是本人上去。那个时候拍摄的时候是暑假，然后又连续好几天在九族文化村的外面拍摄。我觉得就是每天战胜那个乳酸堆积，每天战胜自己的意志，每天就是在跟自己战斗。但我觉得可以拍到这个戏真的是非常过瘾的动作戏，我就觉得自己超帅超强的。因为刘修福是蛮熟的，你们两个在有一些深情的一些接吻。我跟刘修福也有那个包包。对，而且我们就是你知道身体甩来甩去，然后汗就会喷来喷去，就是都那个汗会一直洒到对方。要不要不小心说戏外有包包？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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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外没有包包。全姐有波波，对呀，他跟金老师那个波就抢完了全部啦。有波，就是我拍完了以后，金老师说：“全姐，你把鼻子歪过去点，歪过去。”我说：“哦，对，我忘怎么亲了，我才知道，我忘怎么亲人了。”太可爱，鼻子歪过来，我才想起来。全姐，你太谦虚了，你。对。比我们都强，好不好？这有什么好讨论的？私密了。因为千奈就是曾经跟这么多男生拍过戏，他最刺激也是戏的感觉。我跟女生亲亲感觉。哎，我好想哦，美女恋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女生包包一定是香香的呀，对不对？一定是，对不对？有没有香香的感觉？你这次婚姻的生活过腻了，是不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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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女生可能会比较温柔，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要拍吻戏之前是会去刷牙，我们男生也会啊，对啊，是那个身体散发出来的，okay. 我们女生就是香香的。好了好了，对，大家去可以去看，就是98，这画面拍起来也是非常香。另外一点，我觉得这部戏有趣，就是我们从头到尾都是要假设，那比如说那个人在对面，其他人不在对面。就很多空间，绿key的空间，让我们自己想象来演。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蛮挑战的。我觉得对，而且是少有从前面到后面都要这样子演。对对对。差不多了吗？好，谢谢，谢谢。我们长期的天后李璇，还有新生代卢以恩来到现场。欢迎璇姐，欢迎以恩，来，我们先往前这一步。先看向前方的摄影机，这次两个分别在不同的单元当中有精彩的演出，稍后我们也会好好的跟他们来做观影之后分享一下自己的演出的心得和心情。来，左边相机我们也看一下，这边好。
好的，来右手边呢，你们的右手边摄影群，我们时间一起也来看一下。OK 了吗，大家？来正前方 ，OK， 谢谢璇姐，谢谢怡恩，我们先到台侧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第二组在剧中，他们是一对特别的恋人，特别的演出，他们也在同一个单元当中有精彩的互动。有请掌声欢迎的是赵奕兰、李千娜来到现场。哇，来，我们先台中央让大家拍一下你们的合照。他们共同演绎的是在剧中的一对恋人，而且也探讨了我们的所谓 AI 量子科技将会对人类的感情还有对对象的期待产生什么样新的想法跟连结，会在真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事实发生吗？不得而知，但他们在其中的表演非常的投入，非常的认真。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两位联袂登场。好，正前方我们再看一下。好的 ，OK 了吗？我们先做部分的拍摄，来，好，右边没问题。好，来，拍照部分我们稍后也会再继续为大家安排。两位请往我这个方向来，先稍微等候一下，来来来，来这边。好的，接下来这两位之前也曾经合作过，但是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他们之前是前妻跟前夫，但这一次他们合作是一对非常知名企业当中的一对神一般的眷侣。那今天来到现场是金钟等级的得奖人物李明顺先生、甜心小姐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来来，我们往前一步，先接受大家今天对你们的拍摄。您发现了吗？他们今天真是神仙眷侣，他们连鞋子都是穿一样的。左边，左边，左边，纠缠了，纠缠了。好好好，来来来，左手边的摄影群，我们先一起看一下。好，来，正中央看一下。好 ，OK， 好，右手边看一下。拍照的部分我们在这一趴之后会再继续为大家做其他的安排。来，我们六位合体一下，来接受一下大家的掌声，也来进行合照的部分。来，有请掌声帅婆给台前今天参加我们首映会的所有的艺人朋友。来，我们再看向正前方，来，好，往那边靠一点点，太多了，太过头，过头，过头。好好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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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合照，合照来一下。好，大合照，大合照，谢谢大家。今天他们还一致穿着这个剧中有剧名的这个上衣，一起来为自己的新作宣传。他们自这个拍摄完成之后呢，今天算是一个难得的再次的聚首。好，来右边，右边先看一下，右边先，右边大家的右边一起，好好好。OK 吗？右边完成了，来大家正中央，左边先吗？来左边，左边大家左边视线一起，好。OK， 好，再回正中央视线。好的，谢谢各位。好，今天大家来到现场，我们稍后观影之后再跟我们的朋友们做分享。工作人员先帮我引导所有的艺人贵宾也来到我们的座位上，准备进行招呼，好不好？来，嗨，大家好，我是赵奕兰，我在这个 Q18 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工程师。卢佳佳，卢佳佳，好，那接下来请千娜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好，长官还有所有贵宾、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然后我在里面饰演是海娜娜。刚刚其实我本来要介绍那个角色，然后还有内容，但是好像都播出。没关系，你还是可以讲，大家未必看得懂。那我们待会再分享。对，待会再好好聊。好，欢迎甜心。大家午安，我是甜心。本人在 Q18 里面当中这个集团呢，我是老板娘啊，那这位是老板，啊，谢谢。嘿，老板就是负责去发明、生产这个产品，是。那我就负责来 hot sale， 就是这么对，真的是没有错。然后当然看我今天很活泼，因为是真的，我觉得好兴奋。刚刚看完那个片花，终于那个哇，千呼万唤哈，终于出来了这个戏。然后真的比我刚刚跟导演讲，比我想象中好还要更好，因为这戏基本上就是看动画。
漂亮，漂亮就成功一半了，就是就觉得很满意，真的真的很开心，很骄傲，是，嘿，很骄傲有就是跟这个戏一起参与这样。那基本上呢，在戏当中，我就是一个比较高冷的，高冷的，总是散发出一个不可一世的霸气。嗯，对，是，然后虽然话没有很多，但是字字都是重点。了解。然后这个我们开这个 Q18 这个集团的这个量子科技的公司，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服务大众，希望带给大家更便捷的生活，满足大家的欲望，满足大家的欲望。那更重要就是后面会不要太多剧透啦。好，公司是为了我们而自开的。我懂，我懂。那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聊。不过刚在这个一段演绎的过程当中，看得出来。就是戏里面老公蛮听老婆的话，在讲话的时候他都一直在点头。那我们要欢迎明顺哥。大家好，我是明顺。你说的没错，是我在 Q18 里面虽然是演的柯博士，但是我就只是他的员工。我是 Q18 量子科技的奴隶了，就为他服务，他为大众服务，我为他服务。是是是，对，所以在里面，应该是说最矛盾的就是我。了解，是科学家，但是也最有人性的一个人。哦，是。所以他在里面真的是很挣扎。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科技会一直发展，但是人性永远会存在。是。所以我，柯博士就是在里面诠释这个人性和科技的这两方面的一个矛盾的地方。对。所以请大家期待，也不要透露太多哈。好，我们稍后再来好好聊。来，欢迎璇姐来跟我们现场大家打声招呼来。艾斯，我们研发的这个量子星光，对，当你照那个量子星光，你会散发你的多巴胺，也会幸福愉悦。然后我是演那个任瑞，我已经超过100多岁，100多岁，是今天现场算最长寿的100多岁的那个来宾，对。好，来以恩，我们跟大家打声招呼来。大家好，我是卢以恩，我饰演的是游梦梦，是一个长期霸占游戏世界伺服器战力榜第一名的游戏玩家。有，反正这个剧中呢，对于大家的年龄层上面该做什么事情，好，它跟真实世界跟 AI 关联上也是产生了差不多。比方说，做中间这两个就是最爱钱，想要用 AI 赚钱，然后赚进大家的钱。所以这次这个天星常在演出的这个角色当中，跟职人啊这种形象很有关联。那这次演的也有点像是一个科学创业人士，是这样子。这次还好，专有名词都他在背。我只要负责这样的柯博士来询问大家情绪。就是扮演一个这样子的，他就是叭叭叭叭叭的，我还要背。其实我的薪水没有高在里面。这是他笑。是，刚刚讲到这个，就是也是我们最新奇也最觉得可爱的地方。你们刚刚大家一见面打招呼，在那边纠缠态啊，讲了很多自己这个戏中的台词。所以演完之后，明顺哥有觉得那个台词很适合现在生活当中就拿来使用的吗？其实来之前呢，我是一个科技白痴，我这次来真的是来学习上课的。虽然是有学到一些，有背好一些，有记到一些。拍完之后又忘了。我跟你说，其实当初我跟到导演，明明导演要找阿顺的时候，你知道我马上就私信他了，我就说拜托你演啦，陪我啦。然后只是想说，但他要不要？其实导演还没有，他还有他要他决定嘛。然后后来我一听到说导演说他接了，我就很高兴，就说马上我们就又开始私聊说我们对这个角色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就说哦，我没看剧本嘞。那你怎么接了？他说你不叫我演吗？然后就没想到，他就背得很辛苦。其实导演是分开见我们，对，那好像是先见我，然后再见他。是。那见我的时候，我有听到人家他问我，你有听到这个戏吗？什么什么？是。我说听说他们没找你，那你接了吗？我应该会接。我说。我说你给我接，我得陪我演。很棒啊！但我觉得美玲导演非常有诚意了，对，真的讲真的，他都用了很大的力量说服我们说这个剧本这个是未来，这是什么？你柯博士，你看你刚讲的是 AI 小马，对不对？什么？他演这戏多聪明啊，对不对？天赋异禀。对，开了一个公司，其实为的也是一段感情上的事，为的是你的家人。所以其实他跟刚刚明顺哥讲的，就是在里面呢，你那个纠结跟那个冲突演绎起来是算是蛮篇幅蛮大的。都一直被掌控啊，没办法，另一半在太爱钱了。
就你只要做生意啊。但这两个角色，我觉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儿子啦。是。对，那太太也是因为儿子的情况，才开始设想说要去帮他，然后才会开始个 Q 十八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理解理解。然后刚刚也刚好搭着这样的这个。人性探索，这用科技啊，可以改变一下那个未来幸福感。璇姐在里面那个角色，就是一个用科技在延长寿命的一个角色。刚刚听你在这个介绍那个自己剧中一些这个点滴的时候，哇，你还把一些那个剧里面的那些设备到现在都还很清晰。所以有那个灯，你有想要去照吗？多巴胺啊，因为他散发那个多巴胺，这个真有这个东西，太棒了。太忧郁了，太太好了。如果真有的话，嗯，所以很荣幸我能演这个科技片，太幸福了，谢谢。真的，谢谢导演让我演这个角色。而且您在从业以来，就是第一次接触到科技片吗？可以这样说吗？那时候你有什么那个觉得新奇，或者有觉得什么啊？怎么会这样？有没有一些什么矛盾点啊？可以跟我们小小分享？台词对你来说会觉得太离奇了吗？都是很怎么这样子、啊？这好像不够壮观的感觉，对吧？就是科技片嘛，我看的都是新鲜玩意儿。新鲜玩意儿，是是是。那里面你搭上一个你的好朋友演戏，就是金世杰，所以你应该也演得蛮开心的吧？ Yeah, 你们都是那个戏骨。他这个是戏精了，跟他一起演戏那太幸福了。幸福，幸福，对啊，对啊，对。是，好了，我们看见你也很幸福，然后你那么优雅，然后在里面。请注意，请注意。看着璇姐这样软软的哈，其实我有先偷跑偷看，他在戏里面他是大魔王的，大魔王啊，好，大家可以期待，可以期待，可以期待，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单元故事嘛，所以每个故事应该都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那刚刚也看到怡恩在里面，就果然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电玩美少女吗？还是我自己平常就是也很喜欢玩电玩，对，嗯。有不瞒大家讲，刚你们都在致辞的时候，旁边一直就出现那个手机电玩的声音，我是你在那边一直在玩什么游戏？我在后台好好准备一下。嗯，在你这次角色当中，还是有牵扯到一个很深刻的跟那个互动感情上面的，对不对？要帮助一个朋友吧，或是一个对象，你可以把这个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戏里面的这角色给你最大的那个冲击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冲击就是。我觉得梦梦是一个很能包容的角色，就是他的爱已经战胜了一切，包括小匡的剑动。是、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嗯。然后在戏里面，你也成为一个电玩角色当中的那个扮相。那你个人比较喜欢那个扮相，还是比较像时装的样子？我觉得在游戏里面的扮相很新奇，而且我也很喜欢，因为平常没什么机会接触到。但我觉得最让我快乐，就是因为当初就是冲着有武打戏来。接了这部戏、哦，对，你是为来打人的，对不对？对，我觉得超过瘾，有动作戏、哦，是是是。所以你为了武打戏就做在里面做很多发挥，然后觉得演起来蛮开心的。对啊，对啊。你想去学什么新招式吗？就是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些，然后在前期训练的时候就有吊威亚，然后老师让我们在那边空翻啊，还有那个是就是刚刚有看到。我是侧身，然后这样转转转转转，就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奇。是就是在前期训练好之后、嗯，但我觉得到真正到现场，主要还是要战胜自己的乳酸堆积还有意志力啦。对，那么在这边今天做的心情分享，都会加了很多医学啊、科学的一些语言，觉得是蛮好的。对，刚刚跟我们这一段话呢，听得出来，这不只是后制非常厉害而已。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真枪实弹，花了很多的砸重本哦，该有威亚就要吊起来，该要怎，所以你这个翻车拍的也是很经典的。李千娜小姐在里面。刚那一段那个翻车的戏，你说跟他翻身吗？对啊，是也是，我是说那一段画面蛮夸张的啦。哦，里面比较是像我们两个是比较真实情感在交流的，因为其他都是在讲 AI，、哦、然后我们这一阶这个就是永恒之剑单元，对，然后你们是最接近人性的一段故事吗？是吧？就是完全都是人性，对，对，然后只是借由永恒之间这件事情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跟彼此的感情，这样。嗯，然后比如说我们在一起七年嘛，然后结婚那一刻，然后就发现他现在给我带了永恒之间，他是把我骗进来的，对，然后突然开启了会员这样。啊，对，从那一刻开始会员，就开启了会员，带上那一刻，对，就。
其实就开始改变我们之间的感情了。了解了解。所以呢，赵玉兰小姐，这个你喜欢用永恒之戒去控制你的对象吗？我觉得因为这个角色，这个鲁佳佳，他是一个非常理工宅的一个人。哦，理工宅。然后就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是包括刚刚在看片花，其实之前我就常问导演说，他这样做会不会很白目？就是因为他一直去激怒对他的，他在挑战我。对，然后会不会很白目？然后导演，我记得导演有一次跟我讲说，不会啊，有人就是喜欢这样子啊，就很可爱。但是我真的很疑惑，我想说下礼拜五大家就要见真章，看他是真的白目还是真的可爱。哦，好，好，好，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大家留言到底怎么来这个表述一下自己观影的情感。那在戏里面，你们是也是情侣、情人、结婚的那个伴侣，那这边也是。那你们觉得啊，黑白配这样颠倒穿的鞋子比较有感情，还是真的穿一样的鞋子比较刚刚好？量子纠缠，对啊。我今天不小心发现，你真的搭得很好哎、欸。没有没有，我没有说好，没有说好，穿你就来吓死我。纠缠纠缠，对呀、啊。对啊，这边是黑白。到底要缠多久啊？哎呀，从十多年前就缠到现在。哎、其实 Q18 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哦。对啊，就缠到现在。很棒啊。对啊。好了，你们有这样的纠缠，让我们看到好戏。不过刚好卖在你们手上，来谈一下那永恒之戒啊，在你们戏中的这一辈的那个董娘跟董事长是相信的吗？如果有永恒之戒。你看，我们新开始进入到 AI 大时代，对，你知道未来就有两种，是，一种是会相信 AI， 一种叫不相信。那不相信的人吼，终究会被淘汰。我就说你的名声，不会啊，这不相信的人哦，你用钱砸他，他就会帮你了。就对啊，对啊，不然怎么会留着我？对不对？永恒之戒一定要戴啊！一定要戴，是不是？尤其我，你也要戴，因为你跟我太像，容易放炮。是是是。天哪！以后结婚的最后一句话是开启会员，对，戴上好了，就叫我，就是说我，就是我愿意那一句话讲完之后，就是啊，你们会员开始这样。对，会员是蛮妙的。可是我就是属于那个我不戴的人。哎呀，对，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纠缠？交换伴侣、哦，他也是不带的人嘛。我是相信这个永恒之戒，但是也被整个过程给动摇了，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得结束。一定会因为一件大事件然后改变你。对，所以最后要做一个。所以我刚才所讲，科技不断不带是来帮我们叫车走了。我觉得人类其实是蛮辛苦的，是，真的在活在这世上，真的是又要科技，然后又不流失他自己本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挺矛盾的。我觉得这部戏主要是探讨不单单只是科技，是真的探讨人类的矛盾，跟他们的人性的真的方面。算上这个时代 AI 才刚开始起步一段时间，其实你们演的那些过程就开始让大家去思考说，哇，如果真的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这么深刻，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 Q18 这部戏在这个时候上映是最好的时间，因为大家谈 AI 啊，对，大家也开始担心 AI 未来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攻击性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被它控制，是好是坏？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是非常适合看这部电视剧。是，好，我们拍了许久，终于正式要这个登场了，最后再请这个明顺跟天心跟我们推荐一下，好不好？我想推荐就是这个戏，就是我们探讨人性跟科技嘛，到底我们人跟科技之间的关系，跟那个界限在哪里？所以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的。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锁定，是不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人类一直在为科技这件事情做发展、做探讨，但是我希望人类不要忘记，你还是一个人，你永远可能都会斗不过他们。对，都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喜欢科技是没有错，但是不要被科技掌控。我们要掌控它。对对，但是要看这部戏，为什么呢？你要了解科技，矛盾吧。好，谢谢。要，请大家一定要准时锁定哦。明天晚上就要正式登场这部剧了。那么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么多贵宾莅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拍照环节，邀请唱贵宾跟你们合照，好不好？那么请六位先登场，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了，今天一起来享受这个发布的成果，非常非常开心。好，先跟挥个手，然后待会大家看一下要怎么拍，再过来，再往哪边？好。
后排呢？我们都穿好了，一起看。好，再一起先跟着上好，谢谢。好，没问题，没问题。找得破吗？好，后面再往前拉一点啊。怎么比啊？好，来先中间这边啊，先中间。好，中间这边，好好好。妈妈。来，我们来看一下左手边的摄影群。好，左边 OK 了吗？大家，还有右手边的摄影群，来，我们大家视线一起看右边。好，有。好，好，左边，左边，好，左边来，视线一起给一个共同的眼神，看向左边的摄影群。OK 了吗，大家？好，有人之见可以。那我们眼睛眼神要看前面哦。好，来，好，好，够意思喽，现场戴戒指哦，好。好，正前方哦，我们还在正前方。好，视线一起看向深刻的摄影机，好吗？来，两位。好，来左手边来，先拿一拿，我们来看左手边的摄影机来。好 ，OK， 右手边的摄影群，视线一起。好，来二楼的摄影群来，好，森哥后方二楼的摄影群，我们看一下 ，OK 了吗？左边再来一下，好的，没有问题。揪揪有揪有揪啊，很揪，好 Q OK 了吗？好，第二个先到这，谢谢。好，你们那个对，好，我们这是科技老板跟小强的合照啊。啊，中间呢气势要出来，对对对。可以可以，这就是气势。她叫老公比一就比一，很好。可以可以，来左边一起。好。右边。OK 了吗，森哥？好，那拍照部分就这样喽。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吗？没有，我们要进入电子媒体联访。来，对您这么优雅美丽，来拍一个最开心的样子。哦，你看多好，你比的十八就跟他们不一样，看起来就很贵。贵气啊，真棒。好，好，学姐说 OK， 这样就好了。那我们贴心来做个独照部分，来。好，需要贴心眼神的就请触他一声，好不好？来，左边 ，OK 的，好，好，来右边，来，森哥，你这边 OK 了吗？好，森哥 OK， 大家都 OK 了吗？楼上，好，正前方二楼，好 ，OK 了吗？可以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来，千娜，来，我们来拍个独照，来，千娜。好，来。左边。好，左边。好，没问题。下一个。好，左边 OK 了吗，大家？好，中间来，接纳看一下森哥哦，中央。正前方。正前方，接纳正前方。好。左边前方二楼。二楼，正前方二楼，好。OK 了吗，大家？好。好，谢谢。来，卢怡恩，我们来拍个独照，好。来，赵玉兰准备一下哦，好。别别急啊，你要吃银杏了。可爱，好。左边。边玩美少女。我还会耍草的啦。戏里戏外都一样。小朋友的好朋友，好。是吧？是小朋友的好朋友啊，好。
好 ，OK 了吗？好。好，谢谢。民宿哥，要，还有张玉兰来，我们民宿哥拍完之后就要来电访，来，玉兰先，玉兰先，是，稍后，来，没问题，你压轴啊，好。来中间啊，中间，左边，下面，好。好，那我们要请 Q 十八的老板上台喽，来欢呼一下，我欢迎你，是不是？老板的老公，好，真的是，好，非常开心，这次我们有这么棒的艺人朋友来加入这一出那个我们科幻剧的演出，但他们在这个人性探讨的这个细节上，还是有意义的这个细节，让大家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就是大量的语言，明天晚上就要正式登场了，请大家一定要准时锁定，在三立都会台每周晚上的10点钟。